者冯一鸣台北报道。好莱坞当红男星莱恩·雷诺斯登上 HARPER 摄影棚，还跟每个人道了早安，接着顺手帮自己准备咖啡。一瞬间工作人员觉得他并不是个好莱坞巨星，而是一起工作的亲切伙伴。在接受采访的过程当中，莱恩·雷诺斯多次展现出对老婆及女儿的爱。他说，跟老婆女儿分开超过一周都太久了，我真的很爱我的家人。但莱恩·雷诺斯也承认，每个人生来就具备了黑暗面，越有趣的人他们的黑暗面就越多，只有如此才能创造那些有趣的片刻。莱恩·雷诺斯生长在有四个男孩的家庭，从小接受严格管教。Harper's Bazaar 国际中文版提供莱恩·雷诺斯等于是死侍系列电影的剧本医生。Harper's Bazaar 国际中文版提供，曾经有编剧作家称赞莱恩·雷诺斯是这一行里最棒的情境喜剧作家。Harper's Bazaar 国际中文版提供。